我一直是在这寻就是运车嘛，然后14号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教练跟着他跑场地嘛，然后我跟我一个男同事一起的，当天中午的时候他就问我那个同事是不是我男朋友，我说不是，然后下午的时候他就有点动手动脚，当时我没在意嘛，我没往其他地方想嘛，然后后面15号的时候他越来越大胆了，然后甚至把手伸到我胸口还掀我裙子，然后那天我就拍了一个视频，但是因为在睡袋你看不清，没有说服力嘛，想到我一定要拍一个看得清楚的视频，然后后面16号的又开始了，然后我就拍了视频，我去找他们驾校的话，他们驾校反正就是说个人的违法行为跟他们没有关系。16号的时候我们报警了，我们报警了，警察过来把那个人，警方就把那个拘留了，拘留8天嘛，把那个教练拘留8天。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个教练做出拘留处理，我们第一时间已经把教练开除了，我们已经跟他做出道歉，我们所有的已经做出道歉，我们已经全额把那所费已经退了。